今天呢，来到泳池旁边，穿着我这一身劲装。该我看你根本就没穿什么劲装。难道没看到我一身肌肉铠甲吗？哦，小游，没油吗？有一点好，今天挑战游泳有一点那个浮力比较大，阻力小一点。泳装也穿了，人也到了泳池旁边。 但是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依照我对你的了解，应该是泳装辣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如果刚好又会游泳，那就太完美了，就可以一起戏水了呢。又要会游泳，又要是个美女。让我们欢迎。 胜佑丁妹，大家，我是丁妹。丁妹啊，她曾经呢拿过50公尺跟100公尺的蝶式金牌，哇，很厉害！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挑战各个领域的冠军吗？因为你是个有眼睛的男人。没有，她其实是因为输了不会被准。<笑>总之呢，今天要来挑战蝶式金牌选手丁妹。那你想要挑战什么？ 既然你蝶式那么厉害，那刚好呢，我这个背变得蛮强的。那我就来跟你挑战蝶式50公尺。接受挑战。来准备，预备 ，Go！ 差很多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等一下，盖伊，你是不是要？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。蝶式要太强了，我要上树。理由不啊？我要跟你比自由式，我自由式比较强。好啊，那再来一次就对了吗？丁妹觉得盖伊表现怎么样？还不错啦，其实还不错，没有真的差太远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来准备，预备 天啊，差很多吗？蛮多的。看来，还好吗？盖伊，盖伊，你还在池边晒肌肉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不能让人家看起来我很累。对，耶 ，easy peasy。
不行，一点都不意思。哇，很厉害哎、欸！完全完全涨起来了，甘拜下风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冠军哎、欸！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在前面叠臀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脚趾头了。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输在起跑点，领先我一个人的位置了。该学一些技巧，他一定可以游得比较好。真的，是一些技巧的关键而已。该你要跟丁妹讨教一下，真的要好好的训练，然后要有专业的人士、专业的教练带你，真的会进步很多。哦，我坐一下。最后二十公尺比较累一点，前面还可以冲一下，后面真的就是毅力的考验。五十公尺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小 case 啊，是小 case 吗？还行啊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累，一点点，还会有一点小累。对，他的一点点，我的一点点。哦，我也是曾经拿过蝶式冠军的选手，不论是这个蝶式、自由式，我都完全跟不上脚步啊！你还要挑战蛙式吗？哦，不要，认输认输。今天呢，机会难得，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请教丁妹。那我们都知道呢，重量训练它是所有运动专项背后的一个基本能力。随着你训练专项的不同呢，你的重训菜单以及课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。那想询问一下丁妹，就是游泳选手他的训练项目跟我们一般重训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？游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，基本上全身都会练到，所以可能跟一般人的训练重叠度算蛮高的。不过游泳选手有些特别需要加强的能力，像是除了肌肉的力量之外，我们需要活动度啊、柔软度这方面的能力，所以这个也要加强。因为游泳选手经常要做一些过度的活动，所以肩膀容易受伤，受伤后的复健还是预防受伤的有一些训练，我们都会特别加强在肩膀。那我知道丁妹之前有去澳洲训练游泳一年，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澳洲的训练体系跟台湾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？因为我在澳洲训练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游泳上。以游泳来说，在澳洲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，无论你是不是选手，每个人都会游泳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是很普遍的事情，到处都是阿夸妹。目前台湾还是有在慢慢的进步啊，当然就像丁妹讲的，人才还是很多，但是接受度可能还没有那么普罗大众，很多还是都普法炼钢啊，这样子操啊，要么你会变得超级强，要么就是可能旧伤啊，肩膀就废掉啊之类的。但是往往就是变强的那些，都是那些很幸运的一两个，往往你都看不到那些很多已经受伤，然后没有出现在报章媒体杂志上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想要询问一下丁妹，游泳选手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勒紧一点，紧一点，这样比较流线，那个水阻也会比较低。对，第二个秘密是游泳选手都会在泳池里尿尿，这是真的。每一个游泳选手，每一个那些说不会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哎，没办法，他们游泳选手一次在水里面训练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呐、啊，会不会有时候就是附近也没有厕所？是也还好，但是游泳选手就很懒。没办法，女生不好穿脱嘛，都是连身，也还好，就是懒惰。哎呀，不要说游泳选手啊，放眼望去，对，你跟我说哪个会乖乖去厕所？戴一磊，等一下，戴一磊你自己呢？
我吗？没错，我当然是。那你们游泳选手在游泳池会偷看猛男或辣妹吗？白练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那如果有想认识丁妹多一些的呢，他的 IG 我会放在这边。那如果你想要增进自己的勇气，那他们粉丝团的连结呢，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未来如果你想看我挑战什么运动项目，也欢迎留言给我。我是江嘉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